还有啥？还有啥回去？就这几天吧。要不去我就回了。对。明天。明天我以前的那个同事要来找我。明天周天你干嘛呀？睡觉。我老是家偷豆子去。真的假的？诶，对了，明天周末。他不会今天回去不来了吧？他不会明天回呀，真是，非要今天。他应该是今天。我带两个他家偷豆子去。是吧？剩下豆子偷完。他家那么多豆子，我就能给偷完了。我才能吃他多一点儿豆啊。这个真可以，咱俩一块儿去。把视频号带上。就是。像你这超级无敌大坏蛋，你啥事儿你干不出来。他去你家偷东西。是谁的？超级无敌大坏蛋。是好汉爹自画像。你能再换一个自塑像。咋了？没事。这个可以。不是吃了药吗？就是让你把那一盒儿吃完。我肚子疼。你的肚子也还没打开呀。我去，跟你们正常交流。